也还好啦，下班时间大家去那里聊聊天的吗？黄兴，市府官员为什么可以去竞选总部开会？可以啊，下班时间没有，因为我们那个竞选总部开幕，他们都要来看看，结果你就发现他们连门在哪都不知道。就是因为有蓝选的冲跟陈景俊，也还好啦，下班时间大家去那里聊聊天的吗？那要讨论什么网络上的选战模式？不会啦，他们这些老 Coco 的有什么网络选战，他们也不会。那聊了什么？很多了，那个哦，那可以泡茶聊天的题目太多了。对竞选总部的评价，我自己是觉得空气流通不好，没有窗户。